人生大实话，香烟到头都是灰，故事结局都是悲，雄鹰展翅天上飞，人生终点土一堆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，人生在世屈指算，难活三万六千天，家有房屋千万座，睡觉只需三尺宽，家有金银千万贯，死后拿不走半文钱，家有衣物千万件，人走不能件件穿，吃到肚子的东西才算得，穿过的玲珑才算衣，今晚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，秋风一吹落叶黄，做人不要太猖狂，人生是条不归路，分秒你都留不住，无论是穷还是富，最后走的都是黄泉路，人生好比盆中的鲜花，生活就是苦命的挣扎，房子盖得再好，装得再漂亮，只是临时的住所，所以各位活在当下，过好每一天。视频的最后呢，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见面礼，人生答案之书，希望你看别人的故事，走好自己的路，来粉丝群里送给你。